大家好，我是千亮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4：黑旗》。我们上一集跟着师弟德到酒馆，结果没想到居然被人家认出来是海盗，就跟人家打起来了。之后士兵来了，我们就逃走，然后开始到处寻宝。我们这集当然也是要继续寻宝去。哈瓦那教堂，这座从1748年开始于哈瓦那建造，并在1777年完工的大教堂，全名为哈瓦那圣母玛利亚受孕大教堂，跟下面那个有得比了，名字好长。此建筑为巴洛克建筑美学的极致典范，明显不对称的建筑以及稀奇古怪的建材，例如取自于附近海洋里的珊瑚，让这里成为世界上最独特的教堂之一，也是新印度群岛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。注：这是我真正喜爱的建筑，真实体现了连石头都能谱出音乐的意义，但我们完全无法使用这个内容。1748年距离我们所标记的年代太久远了，在1720年时，这里还只是个小而粗糙的教堂，建在一个干枯的沼泽地上。抱歉。什么？这可是重要卖点，我们要把日期做点调整。我不赞成调整日期。 Abstergo 的准则美丽大过于真理，约翰济慈说真理就是美，这可不适合我们。人们想看到这个地标，无论你们要怎么为自己的想法辩护都可以，记得把这个教堂的名字缩短一点。所以那些主应该是 Abstergo 里面员工互相讨论的内容吧。那就海盗哎，人命要紧，先救他们好了。我怎么直接跳下来了？怎么空中暗杀呢？ That is what I think of your order, Scanne. 糟糕，有个海盗快要毁灭的血了。还有哦。还好，海盗们都活下来了。Grazie, my thanks. I'm your man now, Capitano. 这怎么爬不上去啊？这就是哈瓦那大教堂。其实我看不太出来那个介绍里面讲的建筑风格到底在哪里。又不是在最高点。这样看这个城市好美哦。继续寻宝。
们要找到一张新的藏宝图，这是安妮女王的传手像，可是也不知道在哪里，真的看不太懂。这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暗杀契约，一名腐败的军官利用职务在哈瓦那的富人区搜刮商人的油水，然后将这些钱用来资助圣殿骑士。好，接手去杀他。看到你了，哇，躲在那虫子下面，感觉好像没有办法从空中暗杀他。要不被发现有点难。不知道直接冲下去能不能比守卫发现我更快杀了他，试试看吧。哎呀，被发现了，好痛。耶、yeah. 欸！哎、啊，我没有看到那颗炸弹。哦，死掉了。啊，不过暗杀任务也完成了。现在宝箱才减一半而已，还好多、哦。这底下又是一张手稿，跳下去暗杀他，然后这样居然没有发现我，太好了。这应该是拿的最轻松的一次。先看一下吧，善存四页神秘福尼契手福契尼手稿之一，是在1705年从彼得贝克福德的收藏被偷走，目前尚未清楚其中含义。又一个，难道不然两个一起杀吗？奇怪、欸，之前明明就可以啊，前一代的。没有海盗需要帮忙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Thanks.Kenway, isn't it? I'm with you. 解救成功。Julia Vestra Pupem Monster. Who? The interessant Deus Subramilio. From the bottom. At Optima.
在这个城的边边了耶，好像都没有了，去做暗杀契约吧。有些危险的犯罪从要塞中逃出来，希望一有机会就能逃出哈瓦那，找到并杀了他们。好，接受。去哪里啊？哎，已经变成红姐了。那个吗？那个蓝色衣服那个。别挡我，别挡我。哎，红姐啊，在下面。啊，那个。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犯罪啊！杀。哦，逃走喽！急救，不被发现哦！不行不行，躲起来躲起来！如果我要冲过去，然后立刻丢一颗烟雾弹，让他们呛到。他们就没有办法杀到，抓了成功，哦不，来不及了，可恶！这样就轻松杀掉五个。剩一个，想开枪射我，是。这人没有肋骨吗？他刀就这样划过去，也不会被卡住。继续捡宝，杀信差，捡宝。嗯，附近的宝又都没了。再去暗杀吧。
对军队驻扎在哈瓦那的商业区，你的目标是杀了这个预备役圣殿骑士队的队长。因为这些人物都是刺客的团，那叫什么兄弟会放出来的，应该是吧？感觉蛮针对圣殿骑士的。太好近哦！找到了。Tengo línea de tiro。这上面有卫兵，感觉要不被发现有点困难。他走过来了，赶快有机会。在屋顶下面的话，这样我不就杀不到了吗？果然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吗？这样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屋顶那一个，然后又不被发现。Tengo línea de tiro。成功。不要发现我，不要发现我。没有走出来。Lo tengo encañonado。怎么办？ Tengo línea de tiro。那跳下去吗？等等，他要走回来了。再等一下。出来，出来。哦，走出来了，太好了！完蛋了，杀！耶，多500块！哦，又有人用枪，讨厌！不要再射我了！那里有海盗，不过这太多人在抓我了。哦，好险！最后一个。哦，又来。你没有看到伙伴都死了吗？来来，这样算就失败了吧？我们再来做下一个艾莎契约。安东尼奥·卢耶达，一位圣殿骑士关系人，在哈瓦那交易区贩卖武器跟炸药，找到他，终结他的生意，跟他的生命。没有问题。顺便可以把他武器拿走吗？又有海盗我救！哦，这海盗也太不耐打了吧！那我自己也蛮不耐打的。哎呦 ！You are merda. I will save you off my boot. 啊哦！都挡不到，快死！糟糕，不行，我不能抛弃同伴们。出来！为什么我觉得我杀完一个之后就几乎结束了？I'm your man now, Capitano.
好吧，最起码就到海盗了。哦，这么多卫兵，很困扰哎。被怀疑了。哦，这样没有办法不被发现。从这个卫兵的后面试试看好了。里面还有一个，我怕他会看到我。这底下也有，那么多啊！发现了，我就直接跳下去杀。哎，暗杀嘞！哦不，我又被发现了。你是呆了吗？看到你的长官在旁边倒下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超多人在追我的，快跑哦！跑到屋顶好了。看，突然他们上来，我也是把他们都踢下去。啊！不要再用枪打我了。讨厌的枪。他们都没有看到我了。竟然都没有看到我，我就找下一个目标吧。这里好了。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啊，那边有两只守卫。哎，原来离开黄色范围，守卫就算看到我也不会起来的。这样的话就比较简单多了。像，而且这一带也没有那个通气的系统。如果是之前三的话，还有被通气，守卫就会一直来，一直来。有一次在市场的时候，我还怎么打都打不完。到后来我都怀疑我是不是玩到别的游戏去了，无双系列那种。这边又有海盗。有时候暗杀都不会出现。You have the wrong man. Why do you hunt me? Captain Kenway, just in time. I'll see you back aboard. 又救了一个海盗，我救了这些海盗。好像就是有一些钱的奖励而已。虽然海盗们有时候会说，
类似当我的手下的感觉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样当我的手下算怎么当我的手下。的夜景感觉就还好，没有像白天那么漂亮。这里又有一张新的手稿，他赶快就会发现。作弊，这时候跟作弊有什么关系？游戏如果不会出存的话，我作弊也没有什么意义啊。帮我打，我先看手稿好了。福气尼手稿的34页，现存第二份4页的神秘福，右边福尼奇手稿，是在1705年之后的某个时间点，从彼得贝克福德的收藏中盗出，还不清楚有何重要。这个彼得贝克福德好像很喜欢收藏东西，但是保管能力不怎么好啊，我捡到的都是从他的收藏中盗出的，上面都没了，就往下那一大块红色区域吧。我想我们那一块红色区域就下一集再攻略。我们这集 episode 就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明天见，拜拜。Come on, let's follow them and recover my maps. And my sugar? What, in my drawers? We'll see what happens.